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《仙剑奇侠传五前传》。然后小冰凌，你们怎么一直在我前面跑来跑去啊？小冰凌只会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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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一直点点点啊！大冰凌同族不会跟你讲话啊！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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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啊！点不停啊！点点不停哦。那我现在要去什么？哦，这些人可以讲话哎。哦，这只小冰凌也是爱点点点。小冰凌，我看人类都拿钱买东西，挺好玩的，我们也来玩。我们这有一些历年飘到岛上的东西，你可以拿贝壳来买。寻找岛上的贝壳，你可以买什么？哦，止血草、天玄玉露、银骨、天罡斗衣耶。天罡斗衣要什么？要买要十个贝壳，你的贝壳不够。我要去找贝壳哦，那里有宝箱哎。那濒临长老说的凶物不知道会是长什么样子。对啊，好紧张哦。喂，抓贝壳一，我们来找贝壳。喂，开箱子，贝壳五，不是哦。玄武甲，玄武甲不知道强不强哎，穿起来看看。装备啊。哎，升玄武甲。玄武甲，哎，我不能穿玄武甲，还是玄武甲根本就不是装备，玄武甲不是装备啊！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根本就没有玄武甲，还是不是这个装备？哎，不管了啦，先去抓。哦，这里三，哎，不是三，二三，还有吗？二三，这里还有吗？还有亮点吗？我没看到，这里可以走过去。侠躲在这，侠先跟你讲话。哦，这个大冰凌也会讲话，中冰凌点点点。没想到四元之就在这，真的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你也没想到。是了，再跟你讲话啊。中冰凌都不会讲话。哦，你想要小薰草、仙草，只属于有缘人的。若是想要，就得依靠自己的本事和时间了。哦，有缘人。你嘞？我们飘到这个岛还不有缘吗？什么世间万物相克相生，海中生物本属水，但造化偏偏生出了土属性。哦，土克水才导致我们家园被占，也无可奈何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那个是土属性的，所以他们专门克这一只的。哦，我懂了，辛苦你了。若你能令我重回故土啊，我自会将仙草给你们，并送你们返回中土。这么棒哦。他们在看什么？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是什么吗？剑桥。 You jump, I jump。 哦，站在这感觉好恐怖哦。锦学你都不会怕吗？好了，不要闹了啊。我们找齐十个贝壳去跟他换一下。 Let's go。 哎呦，谢兄就坐在前面呢。你坐在沉思什么？触发了侠道人道。谢兄，你在沉思什么？我很少看到你这样子。怎么了？小少爷有酒吗？咱们哥俩喝两杯乐了。侠可能有，我可能没有。没酒。吹风喝酒对身体不好。没事没事，我的酒酿就是年轻时在海船上吹着风，吹着喝着烧酒练出来的。年轻的时候，谢兄恕我唐突，你记得之前对少帮主提及年少不更事之事，因此留下了。哎，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吞吞吐的？我就知道你们迟早憋不住，想问我脸上的疤哪来的。其实还好哎。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小时候也是靠海生活的。那年大家什么，我们那年大潮的时候闹海妖，死了不少人。有一年我几个小兄弟也丢了性命，我脑子一热就去找海妖报仇。后来呢，运气好碰到一个高人来除妖，没把小命丢了，只留下这道疤。
那时候只觉得那个人剑术非常厉害，连这么厉害的妖怪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就死皮赖脸的缠着他，跟着他学武。最一开始我学武只是想能在大潮的时候赶走海妖，保护村子。海妖退去后，村里人拍着我的肩膀说，有几分大侠的样子，愿望这么浅薄。当时我心里很高兴，感觉就是喝上百坛好酒也没这么畅快。可是后来我渐渐迷上了武道，到处找人比武，似乎除了取胜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，点点点。结果后来有一次在回乡的路途上遇到一名高手，我追着找他比武，想等大潮来袭时赶回去，没想等到大潮来袭的事情赶回去时，村子已经半毁了。我天天嚷着要当大侠，结果连自己为什么要当大侠都忘了，是不是很可笑？就算有再高功夫，连身边最该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算什么大侠？原来有这段过去，哈哈哈，都好几年前的事了，现在村子的年轻人应该都不认识我了。对了，我就说，怎么一看见少方主角的头衔，原来他也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啊！点点点，这事说来不太观察，你千万别跟小姑娘和木姑娘说，有损我光辉形象。你哪有光辉形象可言呢、啊？我明白，太好笑了，光辉形象。哎呦，木苍兰躲在后面听，光辉形象嘞。偷偷听到了，假装不知道。哦，又扫向天空了。好有趣的侠盗人道告一段落。噔噔，那我也谢兄站起来了。谢兄，你站起来了。问一下，又有架可以打了，哈哈哈哈。这么爱打架哦。好啦，我再去找贝壳。各位观众，我找到十个贝壳了，很普通的贝壳，十个很普通的贝壳，来跟你换天罡斗衣，就卖给你啦！失去十个贝壳换得天罡斗衣，哦，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好装备？天罡斗衣，天罡斗衣，哇、哦，好强哦！先防加15195，太强了，穿上去，装备太棒了，天罡斗衣。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还在发亮哎，好棒哦哦，全什么全后面还没看到是不是？啊，跟神仙一样的衣服。好啦，我们逛完了啦，这里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去阵法里休息的差不多了，走走走到阵房里，要出发去铲除凶物了吗？事不宜迟，这便出发，出发吧，出发吧，凶物，加入队伍。哦，都加入队伍了，出发吧！要去铲除凶物了。哎呦，这里都是贝壳哎，这里才是仙岛。这里有艘船，但显然不是我们那艘。我们的船看来八成是沉在哪里了。不是我们那艘，我们应该是在这附近出了礁。之后又被浪推到了寒津岛。不过这样一来想回到中原就麻烦了。不要担心，那个我们只要除了那一只凶物之后，那个濒临长老已经答应要送我们回去了。让那块奇怪的石头来接我们不行吗？对啊，谢兄说的对，我这就试试。试试，马上试试。喂，没反应，没反应，有结界，没来，他没有来，没看见云来石呢。这里有结界，看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等拿到仙草，就问问那些兵临，
有没有办法送我们到中原吧？哦，有啊，他就说会送我们回中土了。方才那个冰灵开启阵法时说过，有水的地方他们都能去。嗯，所以不要紧张。不错，等我们干掉那个凶物就去拜托他吧。干掉凶物，走，我去干掉凶物。这么可怜还要干掉凶物。哎呦，这个就是凶物哦。不知凶物藏在哪里，真想跟他交手。我不就看到了吗？不就那一只鱼吗？怎么忽然又消失了？从这座岛上的地貌看来，应该不会在这。咱们去高一点的地方看看，想办法到达其他岛上。好，大家都小心些。哦，所以现在在干嘛？确实，看来看什么？看起来确实没有到达，什么没有通路到达对面那座岛，那要怎么办？哎，不过这什么？这岛上好像有几条，什么几座有奇怪符文的石碑，咱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办法过去呢。哎，机关，岛上分布三组机关，有三种不同颜色标注，每个机关任意开启两个便可启动阵法，玩家需什么合理分配调动人员，到达最后的中心岛。安排谁来控制，让谁归队，这么麻烦哦。有需要这样吗？还有，原来不是这一只哦，这一只长得很像凶物啊，超恶的啊！你为什么不是凶物？先抓一下啦。哦，凶物，你已经很凶嘞，我感觉这一只还不凶吗？你不叫凶物，谁是凶物？哎呦呦，先揍你一下。哦，旁边的也是凶物吗？这么多凶物，哇呵啊！如果凶物都这么简单就好了，那我们就轻松多了。好啦，那个药王拿走。哎，石碑在这，看到一个石碑了。回应，撞你。还有螃蟹，连螃蟹都有。回应，又赢了。哦，千年身亡。噔噔噔，好啦，哦，这只不是妖物吧？这只应该不是吧？哦，吓到我哦！抓一下石碑。奇怪，略施灵力，这个石碑的符文便会亮起，这意味着什么嘛？那是不是说明亮点这些符文，相当于启动了这些石碑？大家分头去看看，或许能找到通路。每个石碑需有一人驻守。所以，谢昌行，你驻守在这。你驻守在这。那还有哪里有石碑？一个石碑。喂，哪里有石碑？这里有地图。哦，这座岛有四个石碑哦。哦，比我想象中的多哎。要到中央岛哦，施红雨，什么东西呀？哎，这里吗？哎。前面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，大家小心！小心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就游过去了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有东西飞起来了！就要小心这个吗？好样的！喂喂喂，这一只好强哦！这一只会不会太强啊？打这么久，这一只不是凶物吗？这只不是传说中的凶物？有比这只更强的凶物哦，那样我怎么玩得下去啊？有难过了。哇，这只好难哦，我打了好久，然后现在还在打，会不会太强了？这一招就是他的绝招啊，伤害加深，然后就会死，他会有一个穿刺的技能，非常强悍，真的很厉害啊！赶快先把景轩救活了，不要倒地不起啊！还魂香，用下去。哦，景轩又爬起来了。哦，侠，他快死了。哦，倒下了啊！倒下了，赢了。哦，获得大称号李代桃僵。
李代桃僵死魔为了一个称号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哦，紫萱草。我本来只是想抓一个紫萱草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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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代桃僵，那个是什么？在战斗中累计死亡十次。战斗中累计死亡十次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需要这种称号干嘛啦？太好笑了！来啦，看一下啦。哎，安排木苍兰，木苍兰离开队伍了。然后呢，大家快看，有一个奇异的阵法哦！除了负责留守，其他人过去看看吧。就是你们两个啊，其他人那个阵法在哪里？最后一颗黄石在前面了，最后一颗黄石抓去，安排谁来控制夏侯景轩，获得战术专家称号。哎，哦，战术专家，我是战术专家了。哦，怎么了？全部人集合了？到底还有几个岛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看地图只有四个岛而已。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景轩好体贴哦。累了，先歇息一回。哎呦呦，谢长廷就这样睡着了。哎呦，啊，木苍兰就在旁边看。这个人，真是，真是说睡就睡。侠在笑什么？哎呦，小两口在这边看海，想什么呢？想什么？咱们离开中原，也有一段时日了。爹和二叔。一定很担心吧？哎呦，别担心啊，你爸和二叔一定很好。还有江兄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？不知道怎么样？出海有这么久吗？怎么会担心成这样？有海豚在跳哎！哇，好酷哦！哎，画面切过去了。哦，这是谁？这是小女孩？怎么会切到这小女孩这？欧阳倩点点点，所以这就是欧阳叉叉姐姐姐姐欧阳慧耶。哦，小萝莉欧阳慧啊。哦呀，慧儿，小心别把雪弄到衣服里，化了容易着凉。欧阳慧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？知道，平时都要练剑，好难得能出来玩。姐姐，你也一起玩啊！哦，姐姐也一起玩，平常都要练剑。慧儿，姐姐身体弱，不能练武，只能由你继承欧阳家的剑术，辛苦你了。慧儿要继承欧阳家剑术。没关系，我很喜欢练剑，以后我要像爹爹那么厉害，好保护姐姐。哦，欧阳辉到后面真的很厉害，超强的。好啊。姐姐很期待呢。姐姐很期待，以后欧阳慧就可以长欧阳家了。哦，在这边。可是欧阳慧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？谁？谁？嗯，谁？怎么忽然？倩儿。倩儿。啊！世林，你出现了。四师兄。四师兄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，世林。世林，你怎么这么屌？魔君，倩儿，我来接你了。倩儿，我来接你了。保护小姐，保护小姐。哦，一击就干掉四个弟子，站不起来了，站不起来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没事的，慧儿，她不会伤害我们。哦，倩儿，跟我走。倩儿，跟我走。世离要带走倩儿了。世离，他要跟世离走了吗？怎么了？姐姐，
姐姐，欧阳慧叫住姐姐了。慧儿，姐姐要走了。她是姐姐一直在等的人，而且现在她身边也需要姐姐。世离和欧阳家，我都要保护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慧儿，慧儿，爹娘，见而不孝。世离点点点，世离变得就像个魔君了，真的超像的。走了、欸，倩儿跟着走了。欧阳慧点点点，追上去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以后就靠你了，欧阳家就靠你了。哦，把跌倒了。哭得好凄厉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世离不是坏蛋，可是他那一副造型确实蛮像的。等换到仙草，我们就立刻回中原吧。嗯，对，换到仙草就立刻回中原。画面就这样切回来了，倩儿跟世离走了，走得有点莫名其妙，好突然哦。穆姑娘真是干劲十足啊！干劲十足。醒了，真遗憾。还想拿你去喂鱼呢。哎呦，要喂哪一只鱼啊？那我得赶紧起来干活了。哦，干活干活哦，要打王了是不是？赶紧起来干活，应该是最后一个吧，最后一个传送点。哦，传送过来了，看来这就是中心岛了，大家小心。大家小心不太妙，竟然要叫我小心，前面就有存档点了。大事不妙，抓一下，先抓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啦。哦，再下去，不得了啊！看一下地图，我们就在中心岛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